我终于排到，快到我点餐了，在两个人的排到现在有什么感想？解释的不炸鸡，解释的是潮流，真的很累。因为你应该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了吧？跟着姐来吃鸡，跟着我来吃鸡 ，Follow me。Thank you.
好吃的应该就是原味的橄榄炸鸡跟这个秘制的炸鸡，但是因为辣味的我没有吃，所以我可以就是在最后再补一下，就是我朋友对于辣味炸鸡这个的那个评论哈。那然后还有这个起司，我觉得也还算不错。如果说喜欢吃有点奶味的炸鸡，如果喜欢吃奶味炸鸡的人，可以点这一道来吃。然后蜂蜜我觉得很普通。以上就是这一次排队排了两个小时，然后在这个 Family 就是全家跟 BBQ 炸鸡的这个实测。好，那就下次影片见喽，记得订阅我，拜拜。辣味的，好辣，很辣，太辣了，很小辣。你平时是吃辣的吗？很小辣，小辣，但是有点太，这有点太 over 了，但我觉得平常吃辣的人应该吃是麻的那一种吗？我舌头麻掉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建议不吃辣的人不可以先吃辣味，因为吃后面都没有味道。赶快可以解个辣，太辣了。但是好吃的吗？就是炸鸡都还不错。辣完之后我不知道什么味道。